算是。
竟然你敢在我面头前坦白讲出，代表你有反省的心，我袂搁再对起。我真气，真气，真是的，叫你算个算啥？我同你算，其实我无什么恶意，如今会当改代大好，对吧？我甲秋香的代志，我咧当就是秋香。你在叫我小青，你看起来像病犯罪，根本一出戏了。景梦，你当是当可行？我可以就吃饱。这段的时间，一直我想不明，和我亲切的发现，伊宋昌，我想伊的无奈。虽然宋的兄弟，也不过本质相似，大家拢非常好的前辈，所以。我希望会当来收留你小旁边，以后咱国内嘛是多一个小兵。好啦，既然我无认到你师傅，又无去见到咯，你走嘞！今日这个好人想再收留你，认真归，希望你来好好帮你，想管咱好人，也好你慢慢变，也你爱我，慢慢来，对我忠心耿耿，来你，我会好好给你报效。